各位喜爱台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19年 CBSA 美式台球泰顺国际公开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我们美丽的百丈时尚体育小镇来举行，一个风光明媚、山明水秀的好地方。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就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居民啊，非常的热情。那这个百丈小镇呢，就坐落在飞云湖啊，所以这次也是以飞云湖来冠名“飞云湖杯”。这是省内啊，可以说是水质最好的地方。温州大部分的用水都是靠飞云湖啊。这地灵人杰的地方来提供这些水源。冠军来自台北的大眼妹周婕妤以及夏雨莹啊，两位啊，在第一阶段跟都是两胜啊，以胜部的姿态挤进了前16强。那在第二阶段呢，分别赢了各赢了2场啊，来到了这个4强赛啊，那在今天上午的10点啊，这个夏云跟周婕妤是分别啊击败了日本的小可爱啊滨口结惠以及国家队的流沙沙，而且今天啊10点的这2场比赛啊都非常可以好好的去回看一下这个比赛，两场比赛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双方都是互有领先啊，互有超前。那这次的转播工作啊，是由克星国王罗穗老师以及我林申勇为大家来服务。好，冲球的第一时间有进球啊。好，夏雨莹来解这个1号。啊，有解到啊，但是摔带犯规。冠军赛啊，冠军赛是抢13局胜，胜者冲球。当时方的我们操作台过来的话，报销几台？
母球两颗星二三做到一个同带啊。好，现在三座四，三座四一样一个两颗星，可以带一点左塞。第一时间要小心啊，要穿过四号。啊、哦，他直接做中带啊，也可以，只要角度不要太大的话，四做六就非常的简单。大爷妹在第一阶段来讲啊，是击败来自澳洲的侯梦霞，而且是非常惊险的、啊，当时的比数是9-8，再来击败了。堪称是这一次大会的来自欧洲的第一美女啊，玛格丽特，然后跻身了16强。16强的那16强是在我们昨天的下午3点进行。这次感觉大爷妹周婕妤啊，在这次的比赛啊，比以往啊来的表现来的优异啊。而且很多非常内行的球迷朋友啊，也发觉了这个大爷妹周婕妤的不同啊，就是换了球杆。那我们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那球杆呢、啊、等于就是选手的宝剑。那也刚好啊，这冠军的这两位选手啊所用的球杆啊，虽然都是手工杆，但是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好，周婕妤率先拿下一局1-0。好，因为这一次观看啊线上直播的这些朋友啊，有很多是台球的爱好者、啊、所以在比赛进行中，我们都会陈述一些有关于一些台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比如说九号球的玩法。那九号球的话是一到九号球，一号跟九号啊是都是黄色的，那九号比较特别，黄色又带有白色。二号到八号呢都是不同的颜色，我们等一下会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呢、啊、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啊、每个球不同的颜色代表的号码。那九号球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就是炸球，也就是冲球啊。那在以往的赛事啊，有不同的一些规则啊，在国际间有使用排球纸啊，也有使用三角框。那这一次在主办单位是为了让这个赛事啊多增加一些可看性啊，所以毅然决定了使用三角框啊，这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啊？因为三角框啊有别于排球纸，三角框的话、啊。这个进球率就明显的会降低，那进球率明显的降低的情况，台面上的球就会多，而且这个击团球的机会也多，这样子就比较有机会看到一些攻防并重的一些赛事的内容。比如说啊，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一些高难度的解球啊，甚至是防守。
目前在台面上右下角的分别是五号跟七号这个集团。那现在夏云啊，除了要考虑3座4以外，还要考虑的是有没有机会用四号来代开，还是说先打进粉红色的四号再来做防守，然后一个左手持杆啊，因为这个球必须要用左手，然后一个小蹬杆，应该四号球可以进啊。然后，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进的话，母球看是一，我个人认为是两颗星会比较好，所以带一点点低杆啊，带一点左塞，两库之后啊，也就是两颗星之后，来，这球敲到五号就比较没那么漂亮了，敲七号会比较漂亮，也就是在第二颗星之后敲七号。那由于他敲到五号球，而且母球又让七号带有一点刹车的情况，所以母球停留在七号的后面。啊，可惜了，这个球打。薄了啊！来自台北的大爷妹周婕妤，现在除了是。一位非常专业的选手以外啊，现在也是老师。他现在也算是学校的体育老师。然后，当然了，为什么讲体育老师呢？因为他就是教台球课程，在台北的一家学校啊。那这个学校也非常的有名气啊，也孕育出不少的这些台球的选手啊，包含这个周婕妤的学姐啊，也是来自台北的女杀手林元君。那这一次在现场。也是他最得意的徒弟之一啊，陈嘉桦也在现场啊，在画面的左下角啊，非常可爱，穿着白色 T 恤的一个小女生。其实，在几年前来讲，第一次看到陈嘉桦的时候，还在念小学啊，那现在已经大学了啊。周婕妤再拿下一局，比数2-0。
第三局，周婕妤的开球。那大部分的选手啊，是右撇子，也就是右手持杆的选手，都会选择目前周婕妤所选择这个位置啊。不过呢，有时候也要看啊，看冲球的理想与否啊。有时候觉得不顺的话，也会采取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的冲球模式。周婕妤这次的冲球啊，其实都冲得不错，母球的打点也不错，力量也有啊。但是因为是三角框排球啊，所以 dry break 啊，也就是未能进球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好，目前一号球可以进，那可以来一个切球啊，切球母球第一时间闪过六号，再闪过三号，两库来做二号。好，非常的标准。粉红色的四号球在上半区啊，也就是开球线中间的地方，所以现在夏云在比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二座三的位置，角度也不用太大啊，因为等一下三号座四号需要一点点拉杆走一库。稍微感觉低杆多了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下杆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平杆就可以了。好，没问题。低杆啊，也可以带一点点左塞啊，看个人的习惯。这个角度做的不算很完美啊，所以还需要发力。四座五啊，看是要直接推一颗星呢，还是要发力蹬两颗星。好，直接一颗星啊。夏云赛前也跟他聊到了，现在选择另外一个专业啊，现在在大学是一年级啊。那夏云啊，也是我非常看好、非常出色的选手之一啊，因为他在三种啊，我们最流行的台球项目来讲啊，都有独特的造诣啊，包含斯诺克以及中式台球。那夏云也曾在 CBSA 拿下了冠军。现在要称呼啊，这个夏云为学士球员呢，又会念书，又会打球，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地方。那这一年的时间，我跟罗老师常常游走啊，在不同的城市，也看到很多家长啊，就带着小朋友来找我们。然后呢，其实年纪都不大，而且甚至是有一些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是专心的在打球。那如果说可以打得不错，那倒还好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要求啊，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啊，一定有机会念书，一定要念书啊。像现在比较显著的啊，我们中国最两位台球最成功的啊，丁俊晖跟潘晓婷啊，他们现在都在念书了。那以前是环境的不允许啊，那现在只要有机会念书的话，我还是建议各位对家长让小朋友念书，因为在未来啊，台球运动绝对会植入到学校去的啊。而且现在在非常多的城市来讲啊，大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台球比赛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那在某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植入了一些台球进入小学啊，以及中学的一些体育课程。那这个都是未来我们站在
台球运动推广的重要的指标之一。那这次呢，在温州的泰顺啊，百丈小镇，那这是第二年的举办了。然后今年呢，这个不管是场地啊，然后还有整个作业程序啊，包含整个团队，都比去年啊大大的提高很多。而且这一次来的选手来讲啊，大部分的选手都是赞誉有加的，除了有一些特定的选手他们饮食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比较不太习惯以外啊，其他的部分都是感觉非常好，甚至有些选手输了啊，还是在现场观看比赛，不愿意离开。好，一样是一个 dry break 啊，也就是没有进球。一号球在中袋的附近啊，黄色的一号球，二号球现在就在白球啊，也就是母球的后面，蓝色的。右边有一颗粉色的四号球，那也很多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声音跟画面不同步啊，那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再说一个抱歉。那不过呢，这次的赛事真的是非常精彩啊，所以只要想要更了解我们的赛事的一些精华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回放。那有两个部分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放啊，第一个关注雨枫体育的公众号，第二个从腾讯的视频库里面啊输入了啊这个2019年 CBSA 美式台球泰顺这个公开赛啊国际公开赛的相关字根，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相关的影片。大野妹周杰瑜刚刚这个一号球打太厚啊，不过也是形成一个 lucky ball， 一号呢跟母球之间有一个七号做阻挡。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位置啊，刚好是母球在零啊，目标球在八，所以除以二，八除以二的话，我们来算四的位置，也是在中袋附近。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母球的球杆延伸就是在零啊，发力要对的话，这球有机会解得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不但解到，而且还解进啊。不过这球啊。反而解太准不好，这球干脆解到不要进，因为现在要另外一个麻烦的部分是必须要去解去处理这个二号球。裁判刚刚也很专业的看了一下这个二号球有没有跟这个库边也就是颗心粘在一起，如果粘在一起的话，二号球就属于这一个库啊，也就是这个颗边的一部分，这叫冻结球。好，刚刚夏云啊试着想要用母球来拿粉色的四号球，不过很可惜。那冻结球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说明啊，冻结球就是目标球啊跟颗心是粘在一起的，就叫冻结。那为什么要去看呢？就是如果有一些解球的情况啊，如果说白球去撞到冻结球啊，没有碰到另外一个颗心的话啊，那包含你的目标球也没碰到另外一个颗心，母球也没碰到第一块的那个颗心的话，这个都是算犯规的啊，这个是冻结球的一个特殊的规则。那当然在美式台球啊，九号球来讲，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专业的术语。那有机会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啊，像刚刚这个打法啊，就算是一个灯杆。灯啊，灯就是 stun 啊，它是英文的外来语。一般以前呢、啊，都是用在斯诺克比较多。那现在，在这个所有的台球市场来讲，还有一个项目叫做中式台球的，那这个灯杆呢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也是在杆法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
周杰伦这位这个四座五感觉上并不是很理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啊，刚刚周杰伦尝试的在左边的底带是进不了了，左上角底带是没办法，中带的话这个角度非常非常的刁钻呢。看一下这个角度啊，好球哇！这除了打得好啊，感觉还带了一点身体下塞啊。这个叫 body language 啊，因为这个身体啊，稍微扭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扭进。这个都是选手啊在打球的时候一些习惯上的一些肢体语言呢、啊。在一个精彩的中带之后呢，六号球做七号两库也做得很漂亮。那如果说七与八要同带的话，推杆啊、可以带一点点的右塞啊。好，大眼妹直接简单的啊，来做左上角的底带，有一点点小小的角度要注意。看母球，如果角度大的话，母球就必须要往右侧稍微横移一点点。好，简单的刹车也不错。周杰伦再下一层。第五局的冲球啊，大眼妹周杰伦还是没进。那现在台面上分布的情况，一号球没办法进攻。防守的话，可以把一号打到三号旁边，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母球跟一号，我们等下来看一下有没有躲到啊。有可能可以直接打到一号。好，周杰伦很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要确定这一号球能打到的厚薄度是多少。好，简单的用八号球来做防守，效果不错。那也就是说，在一号球的厚薄度抓得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角度，一号球可以薄到，
如果可以薄到的话，那还可以啊，可以化解这个难题啊。母球的力量够不够呢？轻了点。好，看要不要用八号来防守。用八号力量呢？看起来有点轻啊。如果说左塞可以没办法直接打到的话，还可以借由一颗星来勾啊，但是必须要下一点左塞。夏云也过来看了一下这个角度，如果说可以一颗星勾的话，母球往五号球走啊，一号去粘三号，哦，可以打得非常非常的厚啊，所以没问题。哎，九号呢？哇，这个球想也没想到哈，要不然大力一点的话就好了。现在反倒是给周杰一个机会了，一个开轮打击，打一借九号。这球九号球，如果离一颗星是有一点点缝隙的话，那进球率可能蛮高的。这是。对男某些喜欢打中式开轮的男孩子来讲的话，这球就不难打，因为中式开轮最主要就是打分离角。那分离角好的人呢，基本上他的母球控制都不会太差，包含他的防守。打薄了啊，哎。一号球形成的可以进攻，目前在左下角啊，九号球是一个保险啊，就算你打不准的话，一号碰九号也有进的机会啊，而且母球也可以往中袋上方来行走做二号，小心的是一号进的时候母球碰到五号的话要小心啊，看能不能闪过，不要碰到。好，夏云再比划了一下，本来是要高杆的，本来是要抬高杆尾啊，现在直接平杆，不错。但是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角度。夏云看了很久啊。感觉上是要跳球了，拿跳杆了。好，调侃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要越过这个障碍球，也就是三号球。好球啊，好球，好球！观众也非常的内行啊，报以掌声。再来是这个三号，三号跟中袋的关系，看起来角度也是不好进。现在九号球就在洞口啊，所以在处理球要格外的小心。就算没机会进攻的话，也不要给对手机会。哎呀，往这边走就危险了，这球打太厚了吧？这球往这边跑，我觉得是危险，应该母球往下走才对。好，现在三号球。刚看的那个角度啊，还是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有进的机会，闪过九号就进了。
好，果然洞还很大啊。好，现在四坐五，现在周杰伦比的画的那个位置是等一下五坐六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也就是要稍微蹬或者是拉杆的。好，蹬一下。好，直接做六传九啊！周杰伦再下一层4比1。周杰伦的冲球有进，进的是一号啊。现在台面上最小的号码是蓝色的二号，所以周杰伦必须从二号开始来打。那现在在左下角还有六号跟八号这个集团。好，现在呢，周杰伦笔画的位置应该是要做防守啊。母球停九号吗？但是打得并不好，打得太厚了。因为刚刚那个球角度啊，你要躲在九号球后面呢、啊，要非常的薄。好球啊！夏云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吊球啊，除了吊球以外，也把六号跟八号的集团给打开。我们来看一下解球的路线。目前在右边的一颗星有可能被五号给挡到了，那在左下方的一颗星也被三号球给挡到，看起来不好解啊。好，现在来讲啊，往外打啊，借由反赛转回来啊，也就是现在在球台的，以一颗星长颗星来讲的话啊，那如果他要解两颗星的话，母球必须穿越四号，两颗星，三颗星也可以，差一点啊，差一点，这球反赛还不够。
夏云自由球的机会，二做三。三号有点直啊，所以可以带一个拉杆一颗星。五号球中带虽然可以打啊，不过如果要做中带的话，这个力道就要控制的非常好，也就是拉杆一颗星要过七号。这球需要发点力的，啊，直接蹬啊，不错，一个发力的蹬杆。角度偏直。也可以稍微定杆啊，再借由六号走两库来做七号。好球啊，非常这个有点大胆啊，最主要是对基本动作有信心。不过好像还是不是很满意啊，还是太直了。因为太直的话，或者是推杆的话，有可能会碰到八号，所以目前的情况可能要拉杆了，继续拉杆来修补。好，看角度了啊。拉杆，但是感觉这个落点并不好，也可以说是打有点偏啊。要不然是拉杆的话，如果是要做中带的话，拉杆停留在七号球应该是笔直的或接近的位置会比较理想。那七号打中带，然后就走长颗星啊，来做八号。尾带的话难度太高了。哎呀，可惜了，这球打薄了。留给周杰瑜一个七号的中长距离。这球的拉杆啊，可能会往八号球的方向走，因为这个球是直球，母球偏右侧，要不然就推杆啊。正常应该是推杆两颗星，需要发力。当然，第一个必须要很精准的。那现在周杰瑜是不是要尝试其他的杆法呢？啊，顿推，嗯，很好，很漂亮。八号球点角度，固定的话，母球力量放轻。好，一个刹车球啊，这种是也是算是不容易的杆法，因为这种刹车球要打得很准，要不然也是很容易失误。
直接拉，危险了，危险了，危险！哎呀，这个拉得太顺啊，力量也太大，给了夏云一个机会。夏云台面上剩三颗球，这也可以讲说是做球上的一个没有到达一个很理想的位置啊，然后导致在拉杆的控球没有控好。啊，七号球。没有问题，不过刚第一时间呢，感觉这个夏云这个六做七啊，并没有做到一个最好的角度。好，左手，左手来打九号，没问题。夏云抢回了一局，2-5，暂时落后。夏云的冲球力量不错，我们来看结果。白球小心，有进球啊！白球现在是停留在右下角的洞口啊。我们打出去的画面是这。好，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白球就在洞口啊。可以进攻，一号也可以来做二号，推杆来做二号，闪过三号，看起来不错哦，不要太直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九号球有些微的影响，不过应该不难呢、啊，二做三。如果真的不行，大不了一个定杆啊，三号球做底带，因为有角度啊，对，有角度是可以蹬的啊，做中带效果也比较好。好，三号球二分法刚好是最漂亮的角度，因为打进之后母球可以往上走。那一颗星的话，力量多一点啊，因为等一下四号要做六号。避开往八号球的路线就好了啊，太直的话就要拉杆啊。一般啊，我个人的认为是尽量啊，
就是不要做到拉杆啊，尽量是走，用磕心来走位，高低杆，这样子来讲啊，比较不容易会犯错。因为有时候你做到直球的话，你的选择啊，就只有一种，就是退啊，因为你对着洞口来讲的话，直球你不能推嘛，推的话是洗带，只能拉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球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要稍微想一下，预留一些角度。啊，其实有时候球形看起来会很简单啊，那有时候选手来讲的话啊，稍微走动一下啊，看一下角度，最主要也是能缓冲这个紧张的气氛。啊，你像这种杆法啊，都是属于蹬杆的啊，发力的打法。这个在基本动作来讲的话，都要不错的，要不然就容易失误。中长距离的角度，八号球有了。好，9号球就在洞口，宛如探囊取物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9号球进，再下一层，这一次算是夏云第一次的一杆清台，3-5，暂时落后。夏云在第九局的冲球进了2颗，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台面上最小的号码的一颗球啊，看起来应该是下方的二号球，蓝色的二号球。3号在右侧啊，所以二座山必须要拉杆。好球啊，这杆法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漂亮。现在的这个3号呢，在底带有个7号。如果3号不能直接进的话，那就是要进7号喽。那如果是进3号能进的话，要考虑做的是5号，5号球在左下方啊，橘色的这一颗球。哎呀，这个球也算不错啊，不过有点惊险。
不过这个母球啊，这个灯的角度不够，所以现在是一个大角度，也可以防守。有把握的话就薄啊，母球走长台，然后做到五六同带啊。其实长台的话，在第二颗星只要越过八号就好了，也就是回到球台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就可以做到六号，或者是低杆啊，低杆刹车。好，延长了，因为这一球确实有需要思考的地方，难度很高，要拼吗？好，防守。哎，但是这一球防守呢，感觉刚刚这个角度啊，翻带啊，再用力一点就进了。那现在这个五号球有没有机会打得到？啊，看起来是有可能挡到，因为周杰已经准备拿短杆哦，也就是跳杆了。好，要来跳球。跳球。啊，跳到整颗。好，现在五号球停留在中袋的洞口。啊，这球如果能打厚一点的话啊，不过这个杆法是有点难度的，就是反晒啊。要不然就打薄，打薄，那看不能第二颗星绕过九号，两种打法，反赛或者是顺赛。好，第一种啊，用反赛，意识到了，不过力量就是轻了点。那这个角度的话。打尾带可能有相当的难度，中带的话角度又太大，太刁钻。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因为角度太大的关系，夏云做一个防守啊。母球与六号球之间，这个七号有没有挡到？好，裁判也示意了啊，冻结球，也就是六号球。啊，现在这个解球就要注意了，这球可能要发力啊，因为白球一定要碰到颗，解到球之后一定要碰库。哎，像这样就是 OK 的啊。这球解得准以外，又带一点运气啊，因为 double kiss，白球跟六号球分离两边啊，借由九号球来形成一个安全球。夏云也要跳了，跳球。那现在除了打杆以外啊，在九球来讲，我们还有冲杆啊。哎呀，这个球打跳薄也跳高了啊。发力也大了，夏云比较可惜的是，刚刚那个五座六啊，五座六力量不够。本来有机会缩小差距啊，到达了一局。
记住八角度不错。啊，稍微看是要轻功的推杆，还是要钝推都可以，看个人习惯。好，轻功，这也是美式台球来讲比较常见的一些杆法啊。中式的话，可能就有些人喜欢用钝推。周婕妤再下一城，6-3。比赛来到了第10局，周婕妤的冲球。好，现在是冲球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啊，除了直线以外啊，当然这个手架的位置啊，与母球的关系，这个都是非常讲究的。好，冲，第一时间冲歪了。没有进球，这也是稍早之前克星国王罗穗老师也提到了啊，在这几天的周杰的表现，我们个人认为哦，他还是在右侧的冲球发挥的会比较好，而且那个冲的点呢，也比较准啊，可能是因为啊冲得好，但是没进球啊，所以想要换一个地方。那现在呢？没进球，母球跟白球之间有一个障碍球，也就是5号。好，夏云打推球，推球也就是不需要扣啊，也就是夏云可以把白球打在台面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的对手也就是周婕妤可以选择打或不打这个球。这1号目前距离很远啊，那如果要打得好的话，不是母球绕回来，就是要把1号打回来啊。考虑了一下，还是还给夏云，因为可能如果说要把1号打回来的话，也就是说你要打到1号球接近右，整颗偏右边的地方，那旁边又有一颗5号啊，这也是周婕妤担心的部分，所以干脆。
还给夏雨。好，夏雨轻轻的啊，一个 double kiss。这也算是，周婕妤啊，周婕妤在选择上的一个正确的抉择啊，因为确实不好打，所以夏云也算是，并没有很理想的形成的防守。好，周婕妤简单的一个把母球跟目标球的一号打开啊。那中间还有一个五号，要解到一号球不难，那解到之后的结果比较重要。啊，这球如果解接近整颗的话，带一点推杆啊，看能不能把一号打开，借由五号来做吊球。好，这又是一个 double kiss 啊，这算是一个 lucky 的一个吊球，一个幸运的吊球。周婕妤现在笔画的位置就是在一步之后来解到一号球的角度。啊，那最主要是他刚比的位置是希望下右塞啊。解到一号，看能不能让母球停留在五号后面，借由下塞的部分加大角度啊，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好啊，非常的专业。好，现在在右边的一颗星，如果解不到的话啊，因为现在母球跟五号球的距离很近，一颗星左这个右下方的一颗星可能解不到。好，现在夏云在测量的是两颗星，也就是加二字啊。目标球大概在5.5的位置啊。那假设母球的路线在3，那就要打2.5。啊，他也在算，也在稍微测量了一下啊，2.5，两颗星，长了点啊。长了点有两种方，那种错误的方式啊，错误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角度。抓得不够近，不够深啊！你可能达到了三啊，所以三的话延伸到6的位置啊，三打三嘛啊，一般三打二的2.5的话角度会比较短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你下塞啊，下塞下得不够啊，或者是太多都有可能。母球自由球的一个推杆做到了二号，感觉不是很满意啊，因为周杰认为说母球再走一点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推杆两颗星吗？还是要拉杆呢？两种杆法的结果都不太一样啊。好，周婕妤再调整一下姿势啊，可能觉得站得不够稳啊。推杆两颗星，因为撞到五号的关系啊，所以效果并不算很好。这个类似的情况啊，在。夏云之前也发生过啊，可以保球也可以防守。那夏云那时候是选择了防守。简单的定杆母球借由八号、九号来做吊球。那解球的话，这个球就需要一些经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角度啊，这个大概是在一的路线啊，解球。那母球啊，我们来看一下。
从50过来60，大概在60与70之间。好，他现在在量了啊，大概在65啊，65到1，所以打55。一的路线，下左塞，不错啊，非常好。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常常在评论的时候常为大家来解释的科星系统啊，也就是科星公式、钻石制，就是 Diamond System 的意思啊。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在球台上啊，有六个洞，有六块扶手啊，六块科星面板。每一块面板有三个点，这些点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啊，都有不同的数字代码，就好像坐标一样。那如果要了解科星公式的话，在百度啊，输入"科星国王罗穗老师"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那包含在快手啊以及微博都可以找到我们相关于在教学的一些课程跟资料。目前我们也积极的在为亚洲台球学院做积极的一些巡回表演。那亚洲台球学院的教学表演秀也在7月15号要启动。那最主要的都是在中式台球的市场啊，也就是北方，包含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河北、山东以及北京。那在今天结束之后呢，亚洲台球学院的成员罗穗老师以及我本人，我们即将移师到丽水的缙云，也希望为浙江所有喜爱台球的朋友们啊，我们尽量展现更多的一些教学的表演。好，这个解球还不错。好球啊！夏云这个防守做得非常的漂亮，母球就紧贴在咖啡色的7号球，而且这球一颗星也解不了啊，就必须要用更高难度的2颗星来化解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如果以球杆是在8号球的方向来打母球的话，好，我们来看2颗星。2颗星，啊，没办法啊，这球虽然很接近啊，但是没有解到就是犯规了。Cue ball in hand 啊，也就是自由球的意思。下云，白球自由球。那目前台面上啊有2个小集团，分别是6号跟9号与7号跟8号。现在4-5没什么问题啊，但是角度要留好，因为等一下6号球比较适合的是做左下角的地带，也就是你的白球必须要停留在右半边。4-5角度尽量做好。这球做成这样的角度的话，可能就要推杆右塞啊。推杆右塞，也就是反塞。我们一般顺塞跟反塞啊，最好的形容就是，记得啊，母球撞击到库，顺着克星跑，我们这个叫顺塞啊。那减小它的角度啊，这个叫反塞。那顺塞都是加大角度。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5-6，刚刚那个角度在坐球上啊。也，刚刚夏云在
判断的是六号球打进能不能敲到八号啊？以这个画面来看是敲不到，所以就算你打进的话，你的七号球也没有办法直接来进攻。所以我们这个球啊，要归咎的是五做六并没有做得很理想。要不然。就来一个吊球啊，母球推杆划过八号，借由八号跟七号来阻挡六号。好，借由八号跟七号来阻挡，不错。啊，看到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我们科兴国王罗水老师应该眼睛就亮了，因为这种球要解球进的几率蛮高的。当然，这个是要经验的累积啊，还有再加上你对科兴的了解，还有下塞与否啊，科兴的旋转值啊，这个都要经过加长不断的训练的啊。那我们在科兴的旋转值，首推是加二掷啊，两个点的旋转值，因为两个点的旋转值你打得好的话啊，一个点跟三个点都没什么问题。哎呀，这球没有解得很好啊，这球。应该是解两颗星，但是他解得太深。一个自由球的机会，夏云应该比较容易让六号来做七号。我来看一下这球，因为我个人是左撇子，所以这个球对左撇子来讲会比较容易，所以。因为左撇子的话，我们摆在这个位置来讲啊，六号要带，不管是七号跟八号都很简单。那这样的角度的话，就是下云借由一颗星来带八号。结果好像带的并不好，因为杆法不够低啊，太高了啊，所以并没有。在碰到克星之后，没有产生这个拉杆的效果。那现在黄色黄白相间的九号球又挡到了尾带啊，再叼一个吗？再来一个防守，简单的推。太重了啦！哎呀，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啊。这球也有可能是有一点点静电的产生，也就是母球不规则的前进路线啊。我们在稍早之前也跟我们所有的直播团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今天在四强赛，刘莎莎在9-10落后的情况下，也是五做六也产生了一些静电的问题，导致于母球不规则的往前前进，而输掉了比赛。周婕妤啊，在刚刚可能第一时间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马上示意裁判来擦母球。九号球进，周婕妤在下一层比赛的差距来到4局，7-3。
哎，我们现在几比几啊？7比7。周婕妤第十一局的冲球选择了右侧啊，有进球。那现在一号球跟母球之间有一个粉红色的四号球挡到，那在一号球的前面有一个咖啡色的七号。好，周婕妤拿跳杆，因为这个球可以来跳球带一传七。好，测量一下角度啊，也就是打一号球的右半边，先球跳进啊，再来顾及母球的走位，母球会往右下角走啊，往闪过五号、往九号的位置来走。会不会有点勉强？因为这跳球一传七也是需要一点准度。而且你母球可能不好控制啊，就算你进了七号呢，除非一号你，除非你传得非常的准啊，一号球打到七号的正中间，让一号球停在中袋的位置，母球绕两库或三库来做一号，啊，没有跳准，哎，母球还在跑，有点运气啊，跟夏云挥手致意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幸运的安全球。这个就是九号球的魅力啊！球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了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虽然是一个吊球啊，但是解到并不难啊，重点要看解到之后的效果，也可以一库，也可以两库，也有机会解禁。好，夏云是采用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啊，不过呢。一号跟九号的距离很近，这个角度啊，让人家会有一点想要犯罪的感觉，就是走捷径。那走捷径来讲，除非你有非常有把握，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周婕妤量了很久啊，当然周婕妤对她的母球的控制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程度啊。好，差了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提的，就是说这球是当然可以拿九号啊，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刚刚这个球如果要防守的话，我相信应该不难的，也可以说周婕妤稍微急了点了，除非这个球是可以，就算九号球没进的话，我还可以做防守啊，那这样就值得一搏。值得一拼。二号球，现在夏云绕球台。最主要是要确认一下，是要做一个大角度呢，还是接近直球啊？好，简单的定杆就是一个大角度啊，就必须要走颗星来修补 N 字形。好，N 字形，三号打进四号做中袋，还不错，还不错。好，角度太大，母球推杆，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直接推杆走两库啊，抓三库的力道都没有关系，要不然就是蹬杆下右塞，走一库抓两库的力量，两种打法。好，看是推杆呢，还是蹬拉杆？
推杆啊，感觉上夏云今天在做球上来讲啊，都比较略微保守啊。那也有可能跟他打中巴也有关系啊。中式台球打久了，当然对自己的准度啊是会比较有信心啊。这球稍微打厚了啊。打厚了，因为打厚啊，所以你母球在反弹的时候，它的力量啊就变成比较小啊。那你打薄的，它反弹的力量撞击到客线的力量就会大一点，角度可能会更好一点。也可以讲说它的力量还不够，或者是没有打得不够准啊。七号球两个底袋看起来都可以打啊，大角度，大角度的薄球。如果不会携带的话，对，打这个底袋的话是打进七号做八号同带。哎呀，太低杆敲到了九号，哇，这个杆法太犀利了。这杆法不要那么犀利的话，两颗星是可以闪过九号的。啊，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啊，要翻带中带的话，这个角度不是很自然的角度。防守呢，母球要停在九号，这力道要必须非常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力道，母球的力道差那么一点点啊，最主要路线也不对啊，打太厚了，打薄一点就漂亮。好，现在关心的是，好像不会过。哈哈，啊，那就还不错了，因为周杰伦必须要来解八号，所以这个球是有叼到的啊，不错。好，在解到之后呢，行，留下了一个大角度的中带。如果低杆的话，可以撞到短颗星的扶手的话，那就还很简单。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球就八做九还是有小小的难度。推杆左塞带刹车，哦，还是要低杆过尾带，两种打法。如果只能打中带的话，两种不同的杆法，推杆左塞。还是要低杆，好，推杆左塞啊，不错啊，这球打得很漂亮。9 point，夏云再扳回一城，4-7，暂时落后。
夏云在12局的冲球啊，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还不错啊，但是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啊，因为但是这个三号球就挡在一号球的前面了，很可惜的一个球。受迫性的夏雨莹啊，要来把它解开啊，但这个球，也可以不用这样打啊。不过，结果来讲啊，并没有一些直接性的一些伤害。周婕妤要做防守吗？轻轻的母球躲在六号球后面。这一次啊，周婕妤在整场的比赛啊，尤其是一路走来啊，很多局啊都是靠着防守啊，成功的防守拿下该局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攻守分明的选手。包含这一次在，也是今天啊，在稍早的四强赛啊，对战刘莎莎。也是有好几局都是靠成功的防守获得了胜利的啊。好，解到之后呢，一号球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是可以进攻。好，如果可以进攻的话，打进一号，母球穿越六号啊，没有什么问题。三号做四号，这就有点身材啊。周婕妤准备拿延长器了吧？还是要加杆器？好，拿了加杆器，这也是一个选手必备的啊，一个这种携带式的加杆器。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冲杆上面。好，低杆右塞啊，母球在中袋前落点，两颗星吗？还是直接？好，直接一颗星。不过呢，有一点后手架。那我们一般坊间的一些术语也可以讲背娃娃。因为后面背了一颗六号球，影响到架杆的位置。这个基本动作非常的扎实啊。那像刚刚这种角度啊，这个球迷朋友啊，平常也可以练习的。类似的情形啊，在架杆的位置后面摆一颗球啊。然后去练习一些高杆的一些架杆方式。好，五做六一个蹬杆发力。好，现在笔画的位置就是蹬杆啊，一点点低杆发力来做六做七。啊，这角度不错。低杆啊，两颗星、三颗星都可以，看自己的习惯啊。我可能会发力啊，大力一点都没关系啊，或者是走两库比较顺，中袋前落点。好，他比较保守一点啊。这样子就是八号球，就是有一个后保了。后保啊，那看是要左塞还是右塞啊？看个人习惯。好，选择了一个左塞比较自然的，也就是顺塞啊。
那刚这个球如果说要打右塞的话，那就是反塞，那就母球会停留在不同的位置，打不同的地带。刚刚这个也可以说，八做九的这个八号啊，力量太大，也可以讲有可能打得太薄。那现在这个角度啊，也可以翻袋，也可以打中袋，看自己哪一种比较有把握。那低杆的话，打尾带的话就必须要低杆。翻带，好球啊！这个球打得漂亮，也化解了危机。周杰伊再下一城，8-4。周杰伦的冲球没有进，台面上依然是九颗球，黄色一号球。台面分散的情况啊，在上方有8、6、7，三号球红色的在中袋附近，下方呢有粉色的4号、9号。以及贴库的五号球，现在关键是二做三。啊，那现在这个角度不够啊，就必须要来绕球台了。
三颗星，而且还要闪过八号。看是路线还是路线短是一定闪过啊，路线长的话，三座四的角度会比较好。好，这个就是路线长，刚刚好闪过，所以等下四座五就会比较好做。七座八，角度没有问题。好，看一下角度啊，专心在于近带啊。推杆左塞，母球在两库之后过中带。力量多了一点啊。也可以说是左塞多了点。夏云拿下了一局，5-8。由于冲球的没有机会啊，
周婕妤打了一个 push out，也就是推球，她的对手夏雨莹可以选择打或不打这个球。那这球如果说左右半边都可以打得到的话，是可以打的，因为这球打到的话要形成防守或者是叼球应该不难的。一号球打后啊，惯走，母球走两库，利用二号球来吊，或者是简单的打一号球右边，借由852来叼球都可以，两种的打法。好，大眼妹选择第三种啊，效果非常的好。那这球也要有非常细腻的一个母球的路线啊，那再加上发力跟力道的控制。这球不只是要控制母球啊，连一号球在两库之后啊，也不能让它停留在右侧的洞口的克星边，因为这样子的话，看到的机会会比较大。所以很多有经验的选手的话，会把这目标球啊，借由两库之后回到中间一点的位置。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中间的一些障碍球就有比较有机会阻挡到。可惜的啊，这球没有解到。周婕妤在笔画的现在是36的位置啊。好，那要把3传6的角度做好的话，那一做二就很重要。目前周婕妤笔画的这个位置，就是以直线来讲的话。二分法，母球稍微往上面一点点啊，也就是说，你打进二号球，母球可以推杆的往下走，来做到3传6的角度。感觉好像角度不够啊，角度不是很大的话，那就要顿推了，顿推就要发力。好，稍微顿推啊，还不错，力量虽然重了点。好，这个角度呢，就是。要打三号的下方啊，也就是右半边。还不错啊。三号角度虽然大了点，可以进。低杆啊，低杆带一点点右晒啊，3与4同带。好，现在。周婕妤在抓的是一个分离角啊，一颗星之后能不能闪过9号？如果不行的话，干脆就反晒了啊。反晒也就是做另外一个地带。由于角度过大啊，所以周婕妤发力，也带了一点点运气啊，在第二库反弹之后，五号球稍微挡了一下，角度还可以，四做五。好，四做五来讲，这个角度顺杆呢、啊，低杆右晒两库，五号球可以选择做中带。
非常标准的路线。五号呢，跟中带的关系，角度如果太大的话，那就要放轻功了。角度小的话，直接小拉，放轻功啊，小拉，这个角度还不错。七做八，低杆左塞，过中带，接近直球就很漂亮。好，低杆过中带，好，大角度的话，那就八九同带了。八九同带，周杰伦拿下了第14局，比数9-5，领先的差距还是4局。周婕妤第15局的冲球，右侧冲球，力量非常的大啊！第一时间进了七号，一号球也进了中袋。现在蓝色的二号球在右侧，刚周婕妤要观察的是能不能进袋，那也就是。是表示说，现在的蓝色的二号球是有机会进中袋的，所以周婕妤要来尝试进攻了。哦，翻袋啊，翻袋一个 lucky ball，这球灌的稍微长了一点啊，路线长，也就是路线的角度大啊。好，现在呢，三中。做4号、5号形成一个集团，一颗星。那如果说是要带开的话啊，那就是直接来了。那如果说4号球左上角可以打的话，那就是母球取代8号球的位置。母球取代8号球的位置，哪怕现在这个角度哦，哪怕不能进攻，做防守都很漂亮。好，简单的防守啊。好，现在来看解球。一般呢都会测量啊等腰三角形的一个角度，也就是入射角跟出射角相等的位置啊。那也可以用颗星的点位来测量啊，假设。你的路线啊，你的路线跟母球的距离啊，加总除以二啊，就是你解球的点。太长啊，虽然两库之后还解到了粉色的四号，但是并没有球碰库，所以是一个犯规啊。
这个是在九号球特殊的规则，在击打之后呢，碰到目标球之后啊，母球与目标球要有一颗以上来碰苦，才是合法的打击。好，五号球可以下啊，所以四中五没有问题。一个简单的自由球之后呢，最后的九号球清完台面，周婕妤再下一局领先的幅度扩大了到五局，10-5。16局的冲球，周婕妤冲得非常理想。那关键在这个三号，三座四。打薄了啊！第一时间周婕妤也发现自己没有打准。不过母球跟三号的距离很近。我们来看一下母球跟三号球的距离不到一颗球啊，所以应该是进攻不了。那防守的话呢，
也不容易。如果距离远的话，这个母球跟三号距离稍微远一点的话，还可以有机会来保球的。那近距离的话，如果说你是要把三号往上打，母球停留在四号球后面的话，这个杆法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有点很大的难度。所以呢，个人建议母球往五号球走啊，然后一颗星回来，借由八号、四号或七号来做吊球。八号、四号来吊球，看有没有机会。虽然吊到了，不过三号球就在洞口。跳球要进球的这个机会很大啊。周杰宇也回去拿了跳杆了。好，这个三号球跳进呢，也做到了四号啊，跳得很准，母球留的位置也非常好。刚刚呢，也可以讲是这个夏云在防守的部分来讲，因为打得有点四不像。有要聊聊。由于夏云刚刚的一个失误啊，周杰宇再下一城，11-15，11-5，最后只剩下两局了，夏云要加油了。
周杰瑜第17局的冲球有进，进了两颗。现在很仔细的在看台面上这个最小一颗球，也就是三号，红色三号的情况。我们这个摄影师非常的专业啊，留给我们这个角度啊，是已经是看得最清楚了，似过非过，可以进啊，但是要非常非常的精准。这也就是周杰瑜现在看的角度，非常的哇，这个球，这几乎只有差一根牙签而已、啊。就是可以近带，但是再盖多一根牙签的空间出来，结果既然空心打进了。好，看要不要推杆用八号顶一下，还是简单的刹车。好，简单的拉杆。台面上只剩下两颗球，看起来周杰瑜要进入赛点。好，一个蹬杆发力，做到九号。12-15，周杰瑜赛点。12-5，周杰瑜的赛点，夏雨莹要好好的加油啊。
刚刚一号球的一个失误，夏云有机会。那这一次来讲啊，整个赛程来讲，罗老师刚刚也关注了一下现场啊，也回来我们现在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想法跟看法，针对我们这些不管是00后还是90后的这些兴起之秀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年轻的选手他都注重在攻哦，所以你看老选手，对，一定要攻守兼备啊，因为有时候老选手也会犯错，就是该防守的时候他也选择了进攻，因为今天其实周婕妤之前跟刘莎莎打了一个球，那个球防守大概100%，但进攻啊，因为他那个角度大。母球啊，下一颗连接球一定要母球要拉过中袋，那后来也是选择了进攻啊。那刘莎莎有一颗球也是走了三颗星啊，来做三做五。我们事后有检讨，他说他要防的话没办法防死，但是进攻是绝对做不到球的哦。结果他那杆还是运气比较好。啊，所以我认为就说年轻攻没有关系啊，但是经验的累积之后，该防还是要防，再来这个解球也很重要。那像周婕妤第一局跟刘莎莎，很少有看到一局里面解7次，只是第7次没解好，周婕妤上手情况台面啊。所以我说我劝这个年轻选手，冲得好。谁都吃得完，那有些球就是，可能会受迫性的这个打击，所以我说该防啊，还是要把防守练好来。所以今天，周婕妤对战刘莎莎的四强的赛事啊，能获胜的关键也跟防守有很大的关系。没错，你看第一局的话，主动权都在周婕妤。因为我晓得，这个夏雨他也是打斯诺克的，他的架杆器应该要比一般打美式的选手要顺畅得多啊。因为我晓得，这个夏雨也是打斯诺克啊，所以这一球没打进，我很意外啊。好，解一个解防，力道的控制，可能力量大了啊。这个6号可能也领先多了，所以他。解球解得太快了，这个解防，这个球刚好是解防的路线啊，那现在变成可以打底带，也可以打中带。中带的话要很薄，要绕1、2、3、4，那打底带的话，在下一颗球的七号会比较远。因为母球也接近铁骨了，大概离库边大概1颗球的距离啊，所以也有点困难，要抬高杆尾，要抬高杆尾，就等于横抬啊，在中带后碰客球，中带后碰客球不错，它的准度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一般的选手要碰到像他，像夏雨啊，这个美式、中式、斯诺克三期选手都打。所以他的基本功、基本准度是 OK 的，可能一些经验方面差一点，经验方面差一点。一步一脚印啊，慢慢来啊。虽然要逆转的话，要拿下8局之多啊，但是先拿下1局再说。因为这局说实在的，这个母球的。力道没控制好，进当然是不进。好，比数来到了6-12。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在亚洲甚至世界的一些美式九球的一些发展情况。那目前借由中国台球协会以及这个浦东糖镇的主办单位的了解一年一度的世界九球中国九球公开赛在上海表定的时间是大概在9月那正确的时间也会跟大家在各大的一些朋友圈甚至一些平台来做一些宣布。最重要的是关注我们中国台球协会的公众号。那想要了解有关于 CBSA 的赛事，也可以关注雨枫体育。那目前在亚洲台球学院的部分来讲，在下半年我跟刘老师我们会巡回的做一些教学秀的表演。那北的话是到我们计划了，是可以越北越好不管是到吉林或黑龙江因为毕竟这两个地方在去年我们都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错过，希望今年有机会去造访这两个地方。那我们也会另外在时间允许的部分来讲，也希望能去大西部那最重要的是希望将台球好的一面都献给这些喜爱台球的朋友甚至是俱乐部经营管理的朋友，还有未来想要从事教学领域的一些新兴学子。对，不管你们是选手或教练未来要走这条路的人，我们都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那夏云在冲球之后来讲没有办法来进攻了，可以选择一个推球。我们也提过了，当然我们还是会用最专业的解释说的方式来跟大家呈现推球英文叫做 push or扣，也就是白球可以打到球台上的任何一点，他的对手也就是目前的周杰宇可以来选择。那这个推球就有技巧了。推球你打任何球也可以你可以先，我的认为呢，就是你可以比方讲说3号会过，现在他打这个球，我宁愿我要把这个7号旁边这个球打包球，把这个7号旁边这个球推到7号的后面，他没有办法直接进攻，就让你看到你有困难。那你现在你打包球，母球也大概推在这个位置，但是你推到这个位置，对手只要包球进，可能一杆就清完了，没有障碍好，做个防守，1号过中带，移到七那点。一般我们在推球都会选择在一个一半一半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一下对手的实力。有些人我们也知道跳球好的人就会选择故意打到一个可以跳球的地方让对手来选择，甚至还要观察对手是不是左手或右手，因为有一些球右手可以跳，左手跳不了这个也是一个战术一个经验的累积。这个1号应该是可以进攻的，他要打的话要横抬2颗星，因为2号就在球的正中间。横抬，这贴空比较麻烦。这个球也可以说发力不够因为这个球角度大，所以应该是可以走2个。那因为这一贴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运用杆法那现在看这个3号好像是在右下角所以他打这个2号嘛，只要打中带，母球会敲6，他可能要抬高杆尾打底带拉回来，准。哇，这个角度，翻底带的好角度。那这种翻底带就必须要练习的必须要练习的。这种平常练习最起码要求10颗，最起码要进7、8颗以上。他做防守也是可以的但是假如说这个就最后一颗9号球，你这样子防守对手翻带那你不不翻，如自己翻。对，不出去翻。那我认为那个是好球，只要你翻顺顺的一翻。刚好4号也是呛死的话，我就选择翻带。周杰伦这个球应该，看他这样打还过得去
看起来可以。嗯，好，过得去。哎，手气还不错，是吧？中间那个四号做刹车，哦，将没那个四号就呛死了。这个关键了啊，能不能再继续打，就看这球了。大概举一颗星，从这个五号、七号穿过来，力道看看是要举一颗星，然后三号过六号。哎，三号有了，解禁了。这个四号中带的角度啊，有点大。嗯，这个也是要推杆的。四座五也有可能会闪过，也有可能敲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嗯，这有这个，你要发力的话，有可能往底带走。这个很尴尬的角度，主要是母球贴过。好，敲到。敲到了，敲到就没呛子。要不然就要用力一点。嗯，但这个球可以用解的。假如说这个解球进球率非常高的啊，就七九这么穿过来解两颗星，因为这个六号在上半部啊，看样子啊他又要来防守了。这种球啊，各位球友回去一定要练。这解两颗星，这个因为它是可以说它是四分之一球台，差不多两个点嘛，应该是解球啊。很好，很好进的角度啊！周杰瑜再来解球，就在我们加热制的话，这个一颗星解这个球的话，应该是在八的位置。要解整个就解五，哎呦，你看看，要发力也没解到球，我认为不大可能啊。他想要用低杆，哦，但是你打这么大力啊，你低杆反应不过来。那这个要下赛的啊，这要下赛的。这个我把它加二字分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分四个好多点位啊。这个来讲啊，就是说想要了解克星国王罗瑞老师的教材啊，第一个最直接就去百度上面找，腾讯有很多影片，对，百度啦，优酷啦，但是有可能都是二十年前的啊。对，对，其实，因为我零七年来啊，来到厦门，我零九年11年我第一次买了电脑，以前我不玩这电脑的，结果后来不小心在电脑上看，哟。怎么会有我的视频呢？别人说有没有申请专利，我说没有了，这也没有关系，反正有人传上去就传上去了啊。所以我在2011年又拍了一些视频，传到优酷上，传到这个百度上都有啊，所以可以看这个克星公司的话，在这两个地方都看得到的。啊，轻了。还要来准一个，像这种角度，一般进球率高的话，可以带一点点右闪。对，不过这个也算他们的基本球，应该不难打，应该不难打。也要看他好像是不是进攻吧。
夏云第20局的冲球。冲球第一时间进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进，二号球没办法直接进啊。翻带的话也不现实啊，因为翻带的话还要做三号。那现在的如果不能进攻的话就防守啊，左右两边都可以，那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哎呦，拼了这个球，哇哇、哦、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啊。哎呀，这个有慢动作应该要再来看一下，连攻带守、啊、不过这万一没进停在洞口，对手也是可以做跳球啊。可能他下个连接球应该是在、啊、三角框旁边啊，这个红色的三号球、啊、所以才能攻了啊。假如说在右边这个就不行了、嗯、这也算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干法，拼了拼了、啊、这个球可以拉过，有角度，他可能用推吧，有角度。这要打底带。本来双方的差距是7局，现在慢慢的变成剩下5局。这个观众还不错啊，我们小地方啊。其实观众的反应比大多数还好，对，非常的热情。对，如果以居民来观看比赛的比例来讲、啊、我见过的赛事来讲、啊、百丈小镇绝对是最高的、几乎每位的村民啊，镇民啊，这百丈镇几乎95%以上都会来，都有来过了，不管是他看不看得懂啊，走过来一看看，这是打什么球、啊、因为他可能都还没看过，但是今年是第二年了、啊第一年的时候去年也是有来这个地方、啊、所以去年的这个比赛的条件是比较差、啊、今年有改进，可能明年会更好。那为什么叫百丈时尚体育小镇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环评的区域啊，水土保持区，因为它这是一个人工水库啊，供应整个省内，号称是省内水质最好的地方，就叫做飞云湖啊，所以这次也是冠名的单位叫飞云湖杯。云呢、啊、就飘在空中、啊，就在半山上。来，拉杆带一下。八号不能进哦。哎、还好啊，进就没有了。进的话，九号就难打。九号就不能打，只能翻带。或者是做 safe 这一局拿下12-8，而且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啊、一个再见青苔啊，12-8，差距越来越小了。
第21局，夏云刚刚一个精彩的拼球啊，拿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杆青台。好，感觉上这个冲球的力量慢慢加大了。第一时间一号进了中袋，二号在洞口附近刚刚跑过来的这个八号啊，可能会挡到一点点啊，这个等一下要坐三号的路线，也可以克拉克。克拉克，但是要下点低杆啊，要闪过这个，就是上来不要 K 到。现在四号球在右侧的洞口，三号球大概是在六号跟九号之间。先吃库再碰球，叫克拉克啊、我们这个专业导播在发问，哎，不错、直接闪过。但是来说，中袋应该没有被九号挡到，看这个四号应该在什么位置都可以进的啊。好，第一杆一颗星上来。好、再来就关键了，四周因为两侧的底带有。可能八号是挡到了，九号也有可能挡到。那打薄一点啊，做中带。所以母球在一颗星之后往八号球的位置走。对，走这个往八号的方向啊，尽量薄球。好，往八号的位置走，看起来。因为母球贴库，因为你看看六号在，所以他五还要做六，所以他这个力道。也就是说母球必须要靠八号一点。比较就是说你再弹出来一点，角度差一点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可以用杆法来做修正。他现在是没办法打，打完了已经是往九号方向走，你看他抬高杆尾了。那就是表示、就有风险了、抬高杆尾就有风险。不过手气还不错。这球到底是要叼球还是要进攻啊？他是想要进攻，因为不抬高杆尾的话，母球可能就敲到九号，不然的话就会往底带，所以他要 抬高杆尾一颗星出来。也可以说一兼二顾了啊。对，母球反正就停在这里，啊，进是最好，没进的话有可能形成吊球。吊球，所以他这个是迫不得已啊，因为主要是四做五的时候。力道没有控制好，所以也是算进攻上的失误。对，因为你四号有一颗星过来的话，中带底带都可以打，但是他打轻了，只能打中带。好，扎杆了，扎了太多，这还好啊。就看这个球的大概要防守了，因为切底带不是很好打啊，翻中带嘛，好像可以。但是要缩一下角度，但是不要被这个镜头骗啊，因为我们这个挑高不够高，所以注意看啊，这个球台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变形。对，好，看样子是可以翻的，没有，不，还是不能翻的。哎呀，但是这个力道太轻了，这个太轻了。这也不是说太轻，主要是第一个。他那个四号球，那个五号球的话，打得太薄了，他可以打厚一点，要让这个五号弹出来，要在七号的后面。所以这个球只能顾五号。对。顾五号的力量，宁愿多不能少。对啊。因为多的话，哪怕你越过七号的话，就算能进也是大角度。对啊，现在这个机会让给对手了。周杰瑜五号，好，母球，哎呀，应该是没机会了。喜带的还有机会，没喜带应该是没有机会了。那这个角度可以推杆走两颗星做七号啊。假如你怕敲到八号的话，我们就带低杆拉杆直接横抬右塞一颗星。我看周杰瑜啊，下点低杆。可能就拉杆右塞一颗星，柔柔的，不要去敲到，他怕敲到八号。
不过他那个出杆瞄准的方式，我感觉是要打拉杆的啊、哦。结果他是很柔的推杆右塞两个星，做到了七号。周婕妤赛点台面上只剩下三颗球，其实已经等待了三局了。应该不会有意外啊、哦，就推杆一颗星就行了。嗯，能否拿到2019年 CBSA 美式台球泰顺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桂冠，就看最后的九号球。要等了很久了吧？九号球进！哎呀，拉弓箭，这个胜利的手势啊！周婕妤也非常非常的。有礼貌啊，谢谢大家的加油。在此啊，也恭喜周婕妤啊。那夏云其实也打得不错啊，对，一路走来啊，从外围赛啊，而且外围赛是从第二天啊，第二次机会进来，然后连赢了五场啊，因为在小组赛先赢两场，然后。在16强单败的赛事啊，再赢两场啊，然后在今天早上击退了这个来自日本的小可爱啊，平口结桂闯到了这个冠军的决赛，表现非常的优异。那在此也祝福啊夏云啊，这个学业啊，学业当然还是要注重的啊，还在念书吧，对，好好的把学业给念好啊。因为他现在转了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科目，所以从一年级开始练起，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就跟台球一样。